小姐也不要喝水啊！不用，谢谢。下面的话不干了，我就要这一幅。还是请许教授看下去。不，没有比这幅画更让我倾心的了。我背负你的眼光，可这画的价值不菲啊！当初买价就是20万。20万？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传家宝，我本不该出手。 太太，您刚才不是说所有的藏品都可以任意收藏？是的，是的，夫人，我看价格咱们再商量商量行吗？那就不必了，赔本出售不如把它带回柏林。可是20万实在太贵了，您再让一让行吗？您知道，我们也是真心的想买啊。20万，少一分都不卖。夫人，你也是艺术爱好者，俗话说货卖你十家嘛。 我真是出于最中国艺术的热爱和尊重，才买20万。我不能辱没了他的价值。夫人，您听我说，没有其他的话可说了。你们之后我还约了别人来选画。啊，那好，20万，我马上画画收款，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吗？一个月太遗憾了，我10天以后回国。好，10天之内，我把画款给你送过来。 那好，徐先生，一言为定。一品啊，这是当代高手所画，一品20万呢，20万值啊！这是国宝啊！本来可以少花一些钱的。对呀，我看您真是改不了了，怎么提醒您都没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是对不起我？是对不起您自己。 10天之内，您能搞到20万吗？20万。哎，爸爸，吃饭了，菜凉了，肉热，凉的又热，早冬了。好的，爸爸，这就画完了啊。表哥，吃饭了。又吃饭了。对呀。爸爸，你看这个书。 以后一定要爱惜图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嗯，快来吃饭。哎，我说，你就是再废寝忘食，10天之内也赶不出这么多画。所以呀，我们还得按以前的老方法办。什么？ 你又打算抵押房产？一来你就抵押房产，一来你就抵押房产，这小楼是吴志辉、李时珍先生他们资助盖的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再说，我们住哪儿？难道让全家流落街头？为了一张画值得吗？哼，值得，真的值得。我们不会流落街头的，而且我们的房子马上就赎回来，我加紧画啊！不行。 家产的事儿，一个人说了不算。盖这小楼，从买材料到监工，我花了多少心血？哦，你以为光是你的朋友冲着你的面子捐款，这房子就能盖起来了？李薇啊，我知道你功不可没。李丽，把它捡起来吃了。不许吃！脏不脏？放下。 先生，嗯，你怎么来了？画选好了吗？选好了，就差您过目了。字数呢？副稿也打好了，就差落笔了。我着急着您这边呢。先生，这是祖父传给我的端砚，您看看能不能抵一部分钱？您看看吧。孙家奈先生的古砚。 名砚呀，哪个朝代的？南宋的。哦。
谢谢，谢谢。祖传家宴也不能流失国外，啊，谢谢，啊。可是先生，您那20万怎么办呀？如果我买画一时筹不到20万，我准备用房产抵押一笔贷款。可，那师母同意吗？他肯定闹得是一塌糊涂啊。不过，为了抢救国宝，我只能强行做主了。先生，您接着画吧，我帮您磨墨。好。墨不能磨偏，墨汁不能溅出来。知道。嗯。哎呀，糟了，先生，这张画作废了。你看，我真是越帮越忙，您罚我吧。悲鸿画泥牛，真的是天衣无缝，神来之笔。先生，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我有应变之才呀，不像某些人一筹莫展就等人发了。多慈啊，记住，画画的时候一定要随机应变。你比如画树啊，某个树干如果画失败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浓浓的树叶把它遮挡，这样或许反倒有意想不到的美和韵致，这就叫奇变。画画需奇而正，正而奇。哦，对了，来来来，这两幅烧掉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满意的作品不能让它流传于世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儿，这个位置。先生，您把它送我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可以送你我满意的作品啊。不，我就要这个。别，这个很难得啊，要是再多收集一些的话，将来我出版一本徐悲鸿败笔画集怎么样？肯定另有种收藏的价值，而且研究家会争相购买的，您信不信啊？胡闹呢。您看这画画还来不及呢，您还要烧这些画，要是署上您的大名的话，肯定是人人争相购买的好作品。不行，这个一定要听我的。87神仙画卷你不打算要了？要。好，我们接着画好吗？多慈啊，你看到我所有画的画中，你最喜欢哪个？马、雄鸡、牛、猫，但是我最喜欢先生画的猫了。独具慧眼啊！好，我再画一幅猫，画一幅黑白画猫。你记住，画猫啊，首要的是眼神。其次是身段，猫的身段是三段，头、身和尾。画一个下行、转身、仰视。太传神了。
好。嗯，为了今天我们的收获，一会儿我请你吃饭。吃什么？烤白薯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。哎呦，烤白薯天下第一呀、啊。嗯，多斯啊。嗯，我想啊，等买下87神仙卷之后，我就去上海中华书局，给你办画集的事。应该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序，这样推荐起来更有力量。可是该请谁写呢？你又不方便署名的，否则又要招来闲话。啊，是。对，我先写出一个大纲来，让中华书界总编辑成文。可是他又不认识我，我只是一个无名之辈，人家会同意吗？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我就请宗白花先生来写。李雷，哎，导飞，嗯，我刚买的格里格的音乐唱片，好听吧？好听。哎，悲鸿呢？啊，他去上海了。最近他总往上海跑，他在忙什么？不知道。哼，连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？真的不知道吗？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啊、哦，我不是找他，是找你呀、啊。哦。刚才碰见普俊先生，悲鸿托普俊为孙多慈争取一个去比利时官费留学的名额。普俊说他已经在留学生资格审查委员会疏通了关系，此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这等机密，悲鸿怎么会告诉你呢？请你千万阻止孙多慈官费留学。哎呀，这不是我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儿啊！请你一定要帮帮我。看来很难。普俊到处夸悲鸿慧眼识人，说悲鸿送吴作人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，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。这次又大力推荐一位中国才女，留学生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很被打动啊。我求你了，这件事。孙多慈远渡重洋，不是正好去了你的心头之患吗？你是说他走了，悲鸿就能安下心来和我过日子？那你就错了，他太容易冲动，也许会不顾一切的跟着孙多慈远走高飞的。你怕他抛弃你？真要是那样的话，就会舆论大哗了，他会不顾名声自毁前程。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。再说，他也很难割舍你和博洋丽丽啊。哼，他要是顾念我们就好了。就算是他留下来，可他为孙多慈留学四处奔走，肯定会招来不少议论嘲讽。他就是豁得出去，我还要脸面呢。可是，只有孙多慈出国，你们才能维持住这个家庭啊。这样的家，不是徒有虚名吗？说实在话，我现在并不真的在乎他对这个家留恋不留恋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真情可言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拦这件事。我看你还是冷静地考虑考虑吧。我没什么好考虑的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凭什么孙多慈骑到我的头上，一步步的飞黄腾达？我绝不能让他们这么称心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普俊，要不行我就找吴志辉先生，他是党国元老，一定会有办法。真是喜事连连呐，87神仙卷已经送去重新装裱了，你出画集的事情进展得也非常顺利。宗白花先生给你写的序我看了，对你的评价超出我的预计。他说你的话
兼具中西的笔法，是别开生面。真的？对。你的自述也写的是才气逼人，别看你长得文文静静的，文章写的是气吞山河呀。是吗？嗯，我倒不觉得。好了，话文文都准备好了，我马上到上海再去催他们赶快出版，争取赶在评委开会之前把它送出去。创作画准备得怎么样了？画好了，就差画手了。嗯，好。手多次啊一定要记住了，它是人的第二张面孔，蛮重要的，画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一看。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想说什么？先生，我不想去留学了。什么？我们费了这么半天的劲，马上就要争取到了，怎么突然变卦了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其实只要自己努力，留不留学都可以画出来的。你看，宗白华先生也说我的画别开生面，跟着您学不就行了？那是不一样的。多次出国留学是让你开阔眼界，继续深造。在欧洲，各种风格的作品，各种流派的技巧，你都会看得到。然后，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、最擅长的路子去画。路子您已经找到了，我跟着您不就行了吗？那是不一样的，必须经过你的观赏跟鉴别之后定下的路子，才不盲目，才会百折不回地走下去。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。可是那儿再好，也没有您。多次，你到了那边，能遇见很多好的老师。您就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了。对我来说，多次，我也舍不得你走啊。我只希望你能出息成一位卓越的画家。可是。这里面的仇视跟非议你怎么能承受得住呢？仇视和非议固然可怕，可是最可怕的是离开您。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很难说了，人生的路往往就一步之差。多次，为了将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去吧好吗？打扰了，冯法师，杨建功，看到你们徐先生没有啊？我昨天就没看到他，这就奇怪了，他又上哪儿去了？这段日子他总是神出鬼没的。孙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徐先生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师母。你也不知道啊？他一趟趟的往上海跑，不是为了出什么画集吗？连出版社都说稀奇呢。哎，师母，徐先生要出画集呀？他出画集有什么稀奇呀？上海那边说是个一位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出画集呢。哦，冯法师，一定是跟你出的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老实吧？徐先生一天到晚把你挂在嘴边夸你，你还没有这个福分，你还排不上号啊。这件事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，真的，师母。哎，师母，这就走了？徐先生不在，我还得到处去找他呀。家里还有要紧事等着他去拍板呢，否则我也不会闯到教室里来。杨建功，哎，师母。嗨，杨建功。
你是不是要出国留学呀？啊？留学？师傅，您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们家跟我上大学都吃紧，我还能去留学呀？不是，是官费送你去欧洲留学，不是自费。哦，就算是官费出国留学，这等好事也轮不上我呀。况且，我们都没毕业呢。确切消息，徐先生在给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争取官费留学名额呢。哎，这教育部有规定呢，大学毕业以后才能出国留学呢。对呀，师母，我听说也是这样的。那是一般情况，要是奇才啊，就能破例。我看你们啊，都是芸芸众生，不堪造就。好了好了，玩笑玩笑啊，是不是啊，孙小姐？好了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画，走了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师傅。再见，师傅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哎，你说徐先生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师母今天怎么了？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通。没头没脑啊？我看呢，是大有文章。纸里包不住火。学生，快来看，稀世绝笔呀！我跟大千鉴定过了，这幅87神仙卷的笔法和万堂笔画相同，很有可能出自画圣无道子之手。你快来看，你看这人物，你看这线条。先生，学校里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吧？什么事？您今天就不要到学校里去了。为啥？教室里贴满了反对您的大标语。孙多慈的画也被刀刺破了，还说孙多慈和您是什么师生恋，还有很多难听的话呢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夜里干的，同学们看了都很气愤，正准备找校长，让他彻底调查这件事了。先生。那我先走了。卑鄙！我看，你还是找张道藩次长解围吧。我不需要找任何人解围。那你就去找孙多慈吧。我从来没想过要找他。你为他做的够多的了，四处活动为他争取官费出国留学，还给他出画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不否认，我很爱他的才华，我也培养过很多有才华的男学生，送他们出国留学，难道一个有才华的女学生就不能培养吗？我绝不能让他得逞！我告诉你，他的留学生名额已经被取消了。那去问问留学生资格审查委员会吧。要是再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问吴志辉先生。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过分？
先生，父亲要带我回故乡去了。啊，你真要走啊？嗯。你的走，更是那些小人有了口实。可是，如果我不走，我不知道如何在诽谤中生活下去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夫人的仇恨的目光。多慈啊，我的婚姻出现了裂痕，绝对跟你没有关系啊。我和他的人生追求相距太远。那棵枫树让他用刀给砍伤了，这是他必然的命运，我早该知道的。他本不该出现在你们家的庭院中，他应该在黄山临风沐雨，自由自在的。可是他还活着呀。多慈啊，回到故乡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未来对于我来说只能是无尽的回忆。有时候我常想，我不应该认识你，可又常想，幸亏认识了你，不然连可回忆的都没了。同样的，我也常感念上苍给我送来了你，送来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你。还记得上次您在这儿让我画一千张画吗？我画了，你也帮我改了。我们应该有几千张、几万张，可是猜忌、险诈、残酷不断地向我们逼来。老天，他哪里懂得我和你之间那种对艺术的痴情。多慈，艺术使你我相遇相知，孙多慈素描集就是最好的见证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把它留给了后世，也留给了我们自己。老天不公啊，他只给我们留下了这短短的回忆。可是我应该感恩，毕竟我经历过了，生活过了，体会过了。他不仅刻在你我的心里，还给世界多少留下一点痕迹。先生，相思豆，这是我在黄山写生时摘的。多慈，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要悲观，都不要放下自己手中的画笔，好吗？我会一直画的，每天都画，因为画画是您教我的。
这是你的。屋里和屋外是两个世界啊，只有在你这里，才能感到温暖和舒适。你不是有个可爱的家吗？你和素珊围炉取暖，喝着咖啡，不是更有情调？可惜啊，我们通常在一起的时候，只有保持缄默。怎么会呢？当初你们这么相爱，朋友们都公认你们是一对成功的异国婚姻。我虽然很爱他，但由于语言的关系，我不能使他整个的了解我。因此在家中，我的精神上是很孤独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苦闷。最近我常常感到焦躁和烦闷。你工作太累了。不，这一切跟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所有的情绪变化都只为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碧贝，我真想做这件事。为了他，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的一切。道帆，可是每当我要下决心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。我痛恨我自己的软弱。道帆，你应该坚强。是的，我应当坚强。这也是你的愿望是吗？假如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，你也会轻视我的是吧？因此，以往的错误必须纠正，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。碧薇，悲鸿已经离开了你了，而素珊……啊，不。你完全弄错了我的意思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上面去了呢？我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希望你坚强，是希望你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能够坚韧强健，因为你肩上的责任太重大了。至于在感情方面，我希望，我但愿我能够给你勇气。道凡，我一向认为珍贵的爱情最好局限于精神方面。你我都是尝过婚姻滋味的人，男女因为恋爱而结合，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能够享受到幸福和快乐？20年前也有人发誓爱我，可是现在，道凡，让我们永远保持这种心灵的感情吧。唯有心灵中的爱才是最纯洁、最美丽，而且是永远不朽的，你说是吗？该走了。
之结合，全凭于爱。今爱已无存，相处已不可能。七，啊！这桂系的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旭初，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剑拔弩张，积怨颇深，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去广西呢？蒋桂之间的权力之争，我不想参与，但是我非常拥护广西民众抗日图存的主张和决心。东北三省沦丧已经五年了，平津很快也会陷入日寇之手，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是啊，我想你此行的目的不仅与抗日有关，也牵涉到你的家庭矛盾吧。先生要点什么？准备菜谱。好，菜一会儿再点，要两杯红茶。我在南京招报上看到了你和孙多慈小姐的花边新闻，上面说什么是师生恋，那不会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弄假成真了。怎么？你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不瞒你呀，那些小报虽然有渲染附会、恶意重伤成分，但是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啊。当初啊，我确实爱孙多慈的才华，这你知道。我对有才华的学生一向是非常钟爱，尽心培养。她不仅有才华，而且是个俊秀的女孩子。我又不善掩饰我自己的情感，这样就招来了鄙微的猜疑，跟某些学生的记恨。炽热的情怀。
话谈旧人生。